你说为了一个单子，至于把自己搞成这样吗？就是啊。哎呀，不过也可以理解了。你说这业务能力不 OK， 你还不允许私底下拼一点？听说古桥啊，昨天晚上都坐人家大腿上了，还跟人喝交杯酒。是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全公司都知道了。你为了跟白雪公司合作，昨天晚上陪人家老板喝酒唱歌，还坐人家大腿。别说了，他敢坐，我为什么不敢坐？没那么简单，是你说的吧？你自己干过什么，心里不清楚啊？难不成王总跟你合作是因为你的业务能力吗？你业务能力怎么样？办公室谁不？你打我，打的就是你。